严阵以待了都。从第一个开始，好，请说出最喜欢的动物。猫。哦耶，过来过来。晚了这个也不算吧。站起来也不行，两位淘汰了。啊。蛙哥，我真的想说猫。真的想说猫啊，其实因为我们俩真的都很爱猫啊。最后一个也是输是吗？留到最后的人就赢了。哦，反而那他不站不就完了吗？我觉得你们坐能坐到赢哎。哎，坐赢，躺赢。来，我来躺赢。来，请说出一个植物的名字。草。好厉害。好，请问，请说出一个植物的名字。兰花。厉害厉害。请说出冰箱里面有什么。西红柿。西红柿。两个都是了吧？你俩都站起来了，不行了。我他们扯的有点不活呀。啊，我都起来了，他。你是个磁铁是不是？你起来了，还我就起来了。你一站，我就感觉我也想站。哥们儿，你来坑我。你们三位准备争夺冠军了啊！也是从一开始啊，请说你们的外号。成。九儿。你们俩都完了。我赢了。我们俩不是同时站，我都说完了。不是，他说完了，然后就对了。你看他没提问。哦，要提问。我以为是一二三四那个，突然短路了。新城，杰哥淘汰了。庄达飞，获胜。恭喜达飞。好，来给300万。哇。你整个游戏做到赢哎，整轮整轮一直坐着坐赢。这游戏告诉我们不要太出头。对，找到规律了。刚刚拿了多少资金啊？300万。好，为什么这个环节这么容易就拿？我刚刚那边拼死拼活，五题才拿到一个知道对方的线索，这就是商场。玩同款上会玩，下载会玩 APP， 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到客栈同款聚会游戏。来，这轮赢的人600万哦。哇，这个啊，600哈，哎，这个好，来了，一个字，每个月的零花钱你们会用来做什么？玩。多亏没站啊。儿子音都出来了，不容易啊。玩是两个字吧，后面还有个儿。玩儿要说玩。现场最想拉黑的人杨迪。哇哦。继续请问哎，等一下。接下来是三个字。三个字啊。请问你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咖啡色。咖啡色。咖啡色。那个讨厌。被吓到。这道题一看唐嫣就要答，你还不让他，他都确定了三个字了。